好靚啊！你哋好靚，你等下可唔可以全部舉起曬嚟睇下？哇，好多啊！原來有咁多個。我見到有好有趣㗎，叫 Candy， 我哋做好朋友。好朋友。我代佢應承你，我啱啱 rock hard 應承見到啦，然後咧我爭啲笑咗出嚟，即係好型咁樣噶嘛。係。好啊，我哋終於都可以有時間喺度同大家傾下偈啦。今朝有個 pass 月報喎，你唔使廣播其實就 OK。蘇亞林，使唔使我爆你？我爆你大鑊。誒？好啦好啦，咁咧難得可以又有時間同大家講下嘢咧，都要講翻啲正經嘢先嘅。咁咧，每個成功嘅男人背後咧，都有一個成功嘅女人啦。誒，成功嘅女人？係啊，就係咯。咁每一個好睇嘅演唱會背後咧，都有一班好好嘅團隊去支持嘅。咁所以，就好想大家喺度用熱烈嘅掌聲，呼住我哋以下一班咁重要、咁好嘅人。好嚟咯！首先我哋要多謝我哋嘅主辦同埋經理人公司 Make a Deal。名贊助 SWD 富藝果片，優質嘅苗栗粒同埋 Pat 蛋糕，然後咧就有撐到氧氣反夠分嘅叱咤九力三，特別迷戀 Move， 網上直播 Make a Life， 然後咧都要多謝阿爸非常之重要。咁咧就多謝 Susanna 啦、Janice 啦、Angel 啦、老山、老山啦 ，thank you 你哋。哇！係咯，你藏大咗星星啊！係，有大星星嘅。OK， 咁然後咧，我哋要多謝你今次演唱會嘅策劃總監 Karen， 仲有執行總監阿 Pat， 同埋咧佢哋嘅 event team 入面嘅 Stella 啦、Stephanie 同埋 Sherry。今晚睇到我咁精彩嘅演唱會咧，全靠呢班幕後好勁嘅班底，監製 Jack， 導演 Candy， 同埋佢哋好 speed 嘅團隊，仲有就我哋後面嘅 Cola Man， 哇！好靚仔啊喂！仲有仲有，好多謝我哋今次所有嘅樂隊成員，包括 Keyboard 嘅 Alan 啦。仲有大家都應該認識嘅吉他 Teddy Bear， 我哋今日有冇留意我哋 Guest 吉他有 My Orange？ 跟住我哋仲有 Bass 啊 Kit 同埋 Trump。由高温開始，我似臭女咁臭我哋嘅阿耀歐巴，歐巴，同埋咧好多謝今次演唱會嘅所有排舞師啦、排名不分先同佢第一句 Teddy Winky， 仲有香港鎮鎮王 Bobby， 仲有嘻哈尖子亂舞，跟住就係我哋嘅 Mike Carlos 同埋 Slay Queen Audrey Chow。同埋呢個超級坦克，咦？超級坦克喺度㗎啦！咦？超級坦克 ，thank you 啊！辛苦曬佢哋啦！我哋今次咧改咗好多好精彩嘅舞步出嚟，大家見到真係冇錯啊！仲有一班，大家唔知留唔留意到火辣辣嘅俊男 dancers， 包括 Homan、Edwin、Momo、Justin、Kai、Dala 同埋 Kao。組合名我哋叫 Kao， 我哋叫 Kao， 因為 Kao 叫得好。有就是要多謝由出道到依家一路幫我哋扮靚靚，同埋整頭化妝嘅太太 Hair Master Team 啦，同埋新新 Makeup Team。多謝你，多謝你。Yeah。 最
就係多謝所有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，包括德哥嘅車隊，每一日好安全咁樣接我哋翻屋企，同埋翻嚟呢度 rehearsal。你哋喺唔同嘅場合都好悉心咁照顧 Cola， 所以咧 Cola 先可以帶到咁好嘅表演俾大家。當然仲有一班好重要嘅女人啦，就係我哋嘅 AMT， 係首先有 Jason 啦、阿永啦。大大力拍手，大大力拍手，一二三，係啊，佢都想做。好啊，咁咧好啦，我哋要多謝嘅人咧都差唔多七七八八啦，係咪？仲其實仲有我哋嘅促進團隊啊，促進團隊係咪叫咁講啊？佢嘅 dresser 即係幫我哋換衫，好好嘅愛傾。我第一次咁大膽地咁赤裸，即係佢哋一入到就咁樣摸過去，真係好赤裸曬。完全唔使 rehearsal， 赤裸係唔夠時間換咯。係啊，係啊，所以多謝你哋。咁我哋今日第一場 show 啦，其實咧我哋都好緊張嘅，都真係都真係幾緊張啊！係。一嚟緊張自己表現啦，二嚟緊張見到大家，即係終於都可以喺度見到你哋啦，所以。係咪？係。預咗數嘅時候咧，我同自己講，我係機械人，我唔可以太過情緒化。如果唔係，一定會累崩都有。所以好犀利，跟住主，同一場啦。咩？考完試未啊？我25號要考。哇！咩方？我即刻過咗你。哇！唔係，嗱，但係唔好講笑，你唔覺得黃嘉晴好犀利咩？我覺得佢又冇考試，其實仲咪知啦。係咪我哋一路排緊嘅時候，佢都温緊書同埋考緊試嘅？係啊，其實係啊。學霸，真點學霸？我都温緊書同考緊試嘅，係嗰陣。你都係我 fail 啫嘛。大聲喺度講，我做得到。你自己冇咗心嘅喎。咁係。有冇人有咩想講啊？你哋多謝你哋陪伴我哋嘅第一次演唱會啦，仲要第一場、第一刻、最後一刻。多謝你哋。我哋喺入邊咧見到個 mon 咧，見到你哋慢慢逐個入嚟咧，跟住已經都係覺得唔真實嘅，好似唔知點解係琴日發生過某類似嘅事咁樣，其實好像發生了很多樣嘢啦，跟住眨下眼又嚟了呢個台咧，係會覺得有啲唔真實嘅，真係因為會覺得哇，原來期待了兩年嘅事終於發生了，然之後就會有一種感覺是唔知道下次係幾時咧，因為好像一啲機會唔係真係經常成日抱住一個，因為以前我跳舞真的很唔叻啦，而家都唔係真係超叻啦，但是我一同你排舞咧，好叻啊！你超級叻啊！但我而家同你成日喺大家可以一起相處的時間，其實真的不知道係有幾多少，有時候意外嘅，所以我成日就覺得，唉，而家同你一齊排舞的時候，就會同你一齊 enjoy 個舞多過我 panic 我唔識咯。我覺得 touch wood， 因為我哋仲有好多年可以一齊，你冇 wood？ 係。其實呢我們都還有一些非常之重要、最重要、最重要的人要多謝啦，就是多謝我們和大家的家人，因為有我們的家人，所以我們今天才可以在這裡相聚。所以我見到有澳門的粉絲啦，辛苦了，我們有朋友在台灣飛回來啦，多謝你們這麼遠來看我們第一個演唱會。哇！不知道大家呢有沒有聽過一個 terms 叫做 chosen family？ 有沒有？
背後嗱，我而家話俾你聽 ，Choose a Family。咁咧，其實我哋咧就覺得大家就好似我哋嘅 Choose a Family 咁樣啦，因為你哋無論發生啲咩事，都一路陪喺我哋身邊。咁所以好多謝你哋啦。即係我哋其實呢個演唱會出道嘅三月之後就舉行，咁經歷過好多事情啦，咁有好多起起跌跌啦，風風雨雨啦，咁去到最後我哋仍然都係七個企喺度喺呢個台上面表演俾大家睇，我覺得呢一件事已經係非常之感恩，好開心有你哋六位。誒，唔好講呢啲啊！係啦，因為我多謝安排成日有我唱歌。不過我唱歌真的很緊張，所以我們是都是注定中的家人，跟大家一樣，即我們都是都是注定跟大家一起繼續走下去。moment 咧，我就想話我哋準備咗份禮物送俾大家嘅。咁咧呢份禮物咧就係由兩位好出色嘅監製啦，阿維同埋高佬幫我哋去做噶啦，同埋仲有一位好出色嘅填詞人 Wyman 幫我做咗出嚟嘅一首作品嚟嘅。我諗歌詞裏面都會。大家都會好有 feel 到嘅，我哋同埋你哋嘅合作，係啦，咁就送俾大家我哋最新嘅團歌《Choose a Family》。也是你，但我感恩感谢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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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幸福多。
有个基础，少少一个家，我无愧收起过。好啦，拖車㗎。